用的是这个牌子，然后颜色是这样子的。防晒，算是流动性非常强的那种。我觉得油皮应该会喜欢这款，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。隔离霜是这支，它在毛孔粗大的地方隔离，跟它的粉底液配在一起，那个妆效更好一些。遮瑕，它用吹风机吹过以后就软软糯糯，用粉扑稍微压一下。我最近很想买那个苏库的粉霜，但是北美这边那个色号买不到。那种新撒的发际线，自己会不会哪天就秃头了。然后我们再用一下这个零个颜色，最浅色的这边提亮一下泪沟。定妆一号色，对，一号色。它是比较哑光的那种蜜粉吧，我会先定一层，然后再上遮瑕膏。鼻翼，遮瑕。然后再在这几个地方再定一层，这样比较牢一点。好，接下来就开始画眼妆 Urban Decay 的打底。先用这个，再上这个颜色 Velvet， 颜色好好看，喜欢。拿一把晕染刷，从眼尾往前刷。下眼尾，下眼尾可以稍微画出来一点，然后跟它上面有一个比较好看的衔接。你们画眼线的时候会张嘴吗？我觉得我画眼线的时候控制不住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眼尾就水平拉出来就好了。3CE 的三色眼影 ，No No No 这个色号，这个颜色。
你是拿一个扁扁的刷子蘸它，然后叠在眼线上，并且稍微往上晕开一点。下眼线的地方也把它衔接起来。这个空白的地方要把它填起来，把它补在这个三角形的地方，不然你看像这边就会有个缺口。这个颜色Addiction 的 Dance 上在卧蚕上，加睫毛。睫毛，我睫毛是那种特别短、特别垂的。睫毛打底。这个刷头我觉得比 Kate 的好用，这不是脏东西啊，这是它睫毛打底本身带的纤维。 Kiss Me 的纤长款，Kate 的三色眉粉，色号是 EX5，沾深色的这两个颜色。Dolly Wink 的染眉膏 ，PK107 刷泪沟。Pink Glow 这个颜色，是压得很不实的那种。这把修容刷 Urban Decay Naked 2的这把，就里面自带的那个眼影刷，但是我是把它拿来当修容，这个画鼻影很不错。然后这个扁扁的眼影刷用来画鼻头，我自己觉得很好用，画在鼻头。再用晕染的这头稍微沾一点，在手上晕开。要注意跟眉毛的衔接，不要空一块出来，会有点不自然。晕染到这边的时候，开始往边上稍微刷一下，然后把这里的这一坨给它晕开。然后再用这个松的这头画在嘴唇下面这个凹陷处，就是可以让你的下嘴唇看起来比较嘟一点，以及下巴比较翘。然后可以稍微画一下这个弧度，这一块拿一个这样刷子，千万不要这样刷，它会飞的那个粉到处都是。轻轻的这样按压的沾就好，然后在手上把它稍微弄匀。然后我们上腮红。腮红用的是这样子的眼下，然后哦，我忘记贴假睫毛了，我的天哪，假睫毛这个东西熟能生巧的，其实贴多了很好贴的。然后戴假睫毛呢，一定要就是把镜子放在你稍微朝下一点的位置，然后这样子
放上去就好了。再放到你大概要贴的位置，把它放上去，然后把它沿着眼线睫毛根部的那个位置把它粘紧就好，再把它固定一下，往里推一推。刚才突然有包纸掉在地上，很吓人。贴好是这样，贴好了，来涂一下唇膏吧。今天要用的唇膏是几号来着？502，就是 Armani 的红管502。是这种玫红色调的，我觉得是一个还挺显白的颜色，大概是这样子。然后用嘴唇这边有一点蹭掉了，我把它再遮一下。然后我们画一个眼尾，画一个眼尾出来就可以了。我去弄一下头发，然后换个衣服。